欢迎大家来到微电影世界。这几天我们欣赏过中港台出色的微电影，潮流就兴韩剧，如果有韩国的明星和你一起互动结伴游韩国就正了。由韩国观光会社支持的微电影找到红星 2PM 和 Miss A 的参与，以第一身的观点和你游遍韩国的潮流好玩的地方。这个微电影最大的特色呢，就是透过新媒体发放，观众可以即时和 2PM 和 Miss A 呢等等的众星互动，你可以和他们一起去选择美食，一起行街 shopping， 一起去试衣服，由靓仔靓女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以星级招待游遍韩国。저희도한장찍어드릴까요역계동무김치빨리오세요여기가남산이에요서울을한눈에볼수있죠여기자물쇠는요사람들이기념으로하나둘씩걸어둔거예요아여기보이시죠잠깐만요야진짜오랜만이다잘있었어야하나도안변했다너야나도왔거든아주기다려봐좀오랜만에만났잖아야약간낙지볶음맛있었어그래애울었잖아아까 야야됐고됐고공연보러가자그래다보일수있아근데잠깐잠깐얘보시죠아이게별로다왜왜야어디가야어디가야어디가같이가라어디가제가오늘스타일바꿔드릴게요우리는어때요이거어때잘어울리는데근데이분이도잘어울릴것같은데와괜찮은것같아고마워찬성아그래자가자어가어가요왔어야진짜오랜만이다한국에서보니까반가운데됐고야일단가자시간없어너랑나랑오늘할일너무많다가자야잘어울리네기념사진하나찍을까하나둘셋준비됐지간다如果你都想去韩国的话，嚟 Facebook 嘅专页嚟电影世界啊！下个礼拜有罗志祥、杨丞琳、许鞍华、陈柏霖、吴镇宇、林依晨等等出场微电影，台前幕后粒粒巨星，记得准时收睇微电影世界啊！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